月月，你还真信啊？你哥可真能出。你的包30多个 W， 我这衣服也50多个 W， 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人家说的是他包里面有30多个 W。你有吗？打开看看。我为什么要给你看呢？目光短浅呀。家人们，哎呀。真的是我服了你们的。咋了？看到没完没了了是吧？看到我紧张呀，咱。你不是说你的包间我不能坐，你跑我这包间来干啥呀？我不是看，我要不是看月月的份上，你觉得我会过来吗？你看我直播间好多人，你刚刚说你的包间我不能坐，那我重新开个包间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直播间好多人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人都有用、啊。那你跑我包间来干啥呀？你这是我你的包间你不让我坐，我扭头就走，你跑我。我没坐呀。那你站着吧，你就站着，家人们。那我想坐就坐呀。那你怎么了？那你就站着吧，啊，家人们。那你别坐啊。你直播间人多怎么了？人多有用吗？那你就站着吧。你就站着啊，家人们。来，家人们，你就站着吧。不是，我觉得月月。你不能坐啊。不是，我觉得你哥真的有点邪门，我说句实话。这对对，你说你的包间我不能坐，我你坐呀，你站着干啥呀？我可以坐吗？月月说，他问我可以坐吗？家人们，我怕你骂我。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你没跟我说啥呀？你只是说不让我跟他走，没说不让我来找他呀。月月，你能不能有点主见呀？我刚刚给你说了那么大半天。哎，我家人们说了，你为什么这么有米？你每天穿一件衣服啊？为什么穿同一件衣服？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？你把门关一下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家人们，我咱们家人们好聪明啊！你这么有米，你为啥穿的衣服是同一件呀、啊？你昨天也穿这件衣服啊？这件衣服有什么？你能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衣服我不告诉你。有什么不一样，家人们？不是我们别扯远了。不是你们真的管得挺宽的。我别人都管不着，但他我得管。不是你关键还管到我头上来了呀？咋管到你头上？你不是说你的名额比较稀缺吗？本来就名额比较稀缺，我是比较看重月月，知道吗？如果不是他的话， 你觉得我会过来吗？你名额比较稀缺，你就盯上咱家月月了。什么叫盯上他了？是给他个机会，知道吗？这机会他不去他会后悔的。我就这样跟你说吧，我干这个才多久，一个月就买了一套房，这是你能想的吗？不是你自己不会没有房吧？我买不起。我现在你能露个脸不？我能让家人们看看你不？哎，凭啥让他们看呀？我就想不明白，一天到晚整那些没用的。对，有本事你让我也去。我能看中月月是他的福气，知道吗？福气。如果说你是因为你不是你，那你为你是不是很大的公司？你公司是不是很大？如果不大的话，你也不可能5天5万米，对不对？那你公司是不是很大？如果你公司很大，是不是就很缺人？我直播间现在有8000多人，我们都去，那你公司就上市了。如果说你是因为有点嫉妒月月的话，行，你是他哥，我可以为你破例一次，就是说你可以跟着月月一起去啊，其他的人我就不带了啊。就是说句实话，昨天说我不能去，现在让我也一起去，家人们，现在让我也一起去，我去。也是5天5个 W 吗？你去啊！啊，行，我看你是月月哥哥份上的话，就给你一样的待遇啊。哦，我也不是这么说句实话啊，我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，知道吧？不是，咱俩一起去月月。你坐好行不？
你能坐好不？坐好，在那儿坐好。本来只有一个名额，说句实话，我也不想和你这么扯，耽误我时间，知道吗？要不去看看？两个就两个。你能坐好不？真去看看，要不？就你这样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吃不上三个菜，懂啥意思不？没意思。家人们，就他这样，我觉得他吃不上啥菜。对啊，傻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就他这样，家人们。不是月月，你哥可能说，奋斗了这么久还没有房，还怎么说呢？日子过得不怎么样，有点嫉妒是正常的。哎呀，对吧？哎，你今天你那个保镖咋没来呀、啊？他临时有事请假了，怎么？你还管上我了？没有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就是这你这老板你也挺大的。要不你让他坐下。他坐啥呀？他坐站着呗。你让他坐下吗？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我过去他不让我去他包间，我现在这包间我开着，那你就站着呗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我说有没有毛病？他的包间我不能坐。是你让不让我坐的问题，是我不稀罕坐的问题，知道吗？我说了，你如果说觉得心里不平衡，啊，说一天一个W就怎么怎么样的话，你就跟月月一起去。啊，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去，今晚就出发。今晚就出发。嗯，坐。哥一天也是一个 W。你别闹。就是咱们今天怎么去啊？走路还是骑自行车呀？我不是带的有司机吗？你咋的？你黑户啊？坐不了高铁啊？不是。你觉得我这样的人会坐高铁吗？那你咋的？要不你派个私人飞机过来嘛？就窗户这儿，我们就窗户这儿，我们就坐飞机。家人们，让他，你既然这么大的公司，一天一个 W， 你开个私人飞机来接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这窗户，现在六楼，你私人飞机就在隔着窗户接吧，家人们，行不？不是月月，我觉得你哥有点太看得起他了。我们两个人，你开私人飞机来接吧，这窗户六楼刚好合适。我说了，我是看月月的面子，懂吗？你看月月的面子，你整高大上一点吧。他们有车的，哥可以坐车。我们不坐车，我要坐飞机，我要坐私人飞机。不是你哥多少就带点不太聪明。我是不太聪明，所以说我现在没。私人飞机我有，但是。所以说我就是不太聪明，所以说我现在没发财嘛，家人们。飞机啊，但是你跟我说。你有飞机啊？你这样吧，你派他过来嘛，云南过来，估计就20分钟，我们等一下嘛。你坐过飞机没有？没坐过。月月没坐过飞机。你把你飞机调过来，我这六楼合适，你看这外面多宽呀。给别人打工的。打工啥呀？不是。一天一万什么概念，家人们？那得董事长、副董事长的职务了，家人们。那副董事长是不是那不得私人飞机来接吗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笑啥？你不准笑啊！大包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不是你两哥这开个什么直播？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老在被门夹了？不是，你公司有没有飞机？你要这个话，你要我说多少次？有还是没有？有有，你就把他拍。但是我凭什么来接你啊？你说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他是人才呀，对不对？他是人才，他一天一个 W， 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站好，站好，站好啊，站好！没事，正常再说。买车买房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先给我200，我下去点个宵夜吧，我还没吃完饭。我跟你说了。你闭嘴。我跟你说了，
这个我从来都是我司机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帮我付的，知道吗？你过去坐着，别这这这你待着，你在这待着干啥？你在待在这儿干啥呀？你待在这儿，不是你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呀？咋的？你有后门吗？我读书读上去的呀。你就他这样，家人们，就他这样。哥，你就让我去嘛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他怎么考上大学的？家人们，你让我去吗？你咋考上大学的呀？我读上去的呀。来，月月，来吃个饼干。这我包间，咋的咋的？我包间。你是不是也想吃？你看人家还拿饼子给我吃。没事，这服务员送过来的，家人们，服务员送过来的。怎么？月月吃个饼干，你们还有意见啊？月月是你们控制的，月月是你控制的，我们控制不了。一天天的，一群人神神叨叨，开什么直播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开直播能发财吗？发不了财。那你天天开，你们看人家那个好多，他们都是好多人都在缅甸。咋的？缅甸现在？人家好有好多人都是云南旅游呢，对不对？我过去了以后，对不对？我那边熟了，我就把他们带过去，行不行？我先过去了，然后再把哥带过去，家人们，是不是老板？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就是一会儿看不见了，家人们。我先过去了，再那个。你把你手放开，放开，放开。放开，你就答应让我去。咱们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家人们，行不行？姐姐们，我先去了，然后你闭嘴，行不行？你站好，我先去了，然后再带你。哪家的饲料把你喂的这么聪明啊？我吃了是饭，真不知道是哪家饲料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是哪家的饲料把他培养的这么笨？你们，我说句实在的。你俩别耽误我时间了，知道吗？我的时间很宝贵的。我跟你走，爸。你如果不去可以，我带月月走，知道吗？你不要阻拦。我要去，但是我想让月月坐。我要挣钱呀，哥，我缺钱呀，我想要钱。爷爷下个月没有钱买药了。你看月月多有孝心，哪像你啊！我要买药呀，我回学校还得花钱。你能不能不要说话了？好。你说的啥话？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。我觉得我说的没错呀。我要不是看月月那么有潜力又有孝心，你觉得我会带他吗？你看我又不能在这边找个长期的班上，那边又能拿高工资，还能马上回来。月月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个朋友，我朋友公司，一天10个 W 呢，正在招人，10个 W。行了，你别吹牛了啊！啥？你说你吹牛？我说你别吹牛了，你在耽误我的时间，你懂不懂？我有朋友公司一天10个 W。你觉得可能吗？就这直播间王姐的公司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王姐的公司，你知道她是干啥的吗？王姐，吹牛的。王姐在不在？王姐，你那是不是10个 W 一天？咱们王姐那10个 W 一天，对不对？对，王姐在，我王姐在。行了，我都说了，你直播间你就是。王姐，你昨天不大妈，你昨天不是跟我说10万块钱一天请月月去帮你擦那个翡翠吗？对，你看，你过来快点，你看王姐说了，来我这里。真的啊？王姐说了10个 W 一天。骗人的吧？你看，你知道一个翡翠多少米吗？来我这里，不会吧？你看这。